来，我们先复习一下吧。老师，音中复习加油啊！啊，来，大声音，老师继续啊！一到十，一到十，读一下吧。唐朝，唐朝，清新雅史，哎，不是，翠气。老师，啊，工农派北美，唐朝有。唐朝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叫戴嵩，嗯哼。打开窗户，清新的空气，的，迎面扑来，迎面扑来，岩岩石就石是就是书，书啊，他拿出。他能出。塑料圈，塑料圈，开圆开吹气，钥匙，大家一起读哦。要是能认能出，出一心就天不就不在黑夜里乱传。三个谁妈都妈回家拿了水，去，三个妈妈打了水，拿淋了水，成水拿桶了回水，去。拿了回家去。商店里的玩具，还挤满了人，他也是个忠实的。向导，这里向导，这里是一片长满树木的陆地，水才比八的下调到纸上。后壁来，苏立祥和黄生豪，除了他们两个，其他人再读一遍。下路的下边有编排吧，唐朝。Muted。唐朝有一位著名的画家戴嵩，打叫开窗户，清新的空气面扑来，岩石就是砖，他拿出掉。开始吹风，吹气，要是能拿出北京，就不会在黑夜里乱喊。三个妈妈打了水，倒了水，淋着他一头，拿去市场里的玩具，还急忙拿了那个大大的收获，看了这个城市上忠实的信仰。这里是一片要到新的大的一大叫，你才比他的一下掉到掉下。好的，那先看一下这十个。第一个，唐朝可以吗？可以。可以，清新。也可以。可以，岩石。可以。可以，然后是炊具。也可以。可以。以乱床。也可以。可以。可以。水桶。也可以，挤满，可以，可以，忠实，可以，忠实，可以了，可以陆地，可以，可以，可以钓到，可以，钓到也可以。好的，那我们先写这十个，十个我也录一下啊。你们把书本翻到后面。好了吗？好了。好了。好，来，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等一下哦。废气。哎，等一下。第一个是急忙。急忙。嗯哼。急忙。嗯。急忙了，还没好，老师。哎，解一下吧。下了，好了。急忙，急忙好了吗？好了，好了，是星星。啊？星星。什么？星星。星星。星星好了。嗯。好了。好了。OK， 下一个是乱闯。乱闯。乱闯。哦，知道了。乱闯。乱闯好了。好了。下一个是掉到，掉到，掉到好了，掉到好了，好了。要到好了。然后是唐朝。唐朝好了。Hello。唐朝好了，都好了。好了。水桶。水桶也。桶。水桶。下了。水桶好了。都好了。好，那么下一个是中史。中史好了，我写好了。等一下，其他人写好了吗？好了。好了。OK。好了的话是岩石。岩石。啊，好了。岩石。还没有。还没好。岩石好了。其他人好了吗？好了，好了，岩石好了的话是陆地，陆地，公米哩，下了，好了，地，陆地也好了，是好了，陆地也好了，那就最后一个吹气。
老师在这里最容易的就是吹气。哦，是吗？对。吹气。都写好了吗？吹气。好了。都写好了。来，那么我们继续往后。第十一，读一下。幼儿儿童节联欢会上，联欢会上，同学们舞蹈表演，牛下蛋的时候，全身的力气就在脚上。好的，非常好。那么老师问一下，第一个是联欢会可以了吗？可以了，都可以。全身可以了，全身也可以了。池塘可以了。子弹可以了，可以了。井边子弹也可以了。井边可以，可以。井边也可以了。然后是富裕。富裕也可以了。然后是脑筋。可以了，都可以了，对吧？对。来听写一下。好。十一。对，第十一开始了。子弹。好了。好了。都好了。好了。脑筋。好了，还没有。脑筋好了。脑筋。下一个是联欢会。联欢会。联欢会。联欢会好了，是池塘。
池塘。池塘好了。都好了。好，那下一个是井边。好了，你编好了是全身。好了，手。好了，全身也好了，沐浴。好了，好的，一共有十七个了，对吧？对，那是沙漠夏音，这里会有十个四个吧里面呢，你听呢？好的，来，那么我们继续往后。老师，我想喝水。嗯，喝水，好吧。老师。嗯。我们要回去。老师，这是我的清水。提前买书。啊，我哦，要提前买书，可以可以。好的，要提前买书的话，去学校买书。好，第二三年级的吗？三年级上的都，哦，嗯，好，第二十填古诗，老师说古诗里那不给他呢，你还有填呀没？会给老师十分，那你们那不给他没？那不填的不把没？会给十分什么呀没？来记没？第一个望龙山瀑布，啥个来来没？记不了。嗯，望龙山瀑布，嗯，啊，几页啊？来读一下吧，日照。老师，几页？望龙山几页？下几页嘞？哎呀，真的是，没啊？日照森林深处，七十二页。十二。对，72页。72页。下吧。啊。嗯。日照山五升紫烟。日照山五升紫烟，遥看瀑布挂彩圈，飞流直下三千尺。只是银河落九天。银河落九天。好，达利亚老师啊，幼儿班给你啊定，幼儿班对吧？幼儿班给你啊定比较吧。幼一幼二的时候。对，幼一幼二的时候已经学过了。来，日照，老师靠边，右边近。日照。等一下，日照吧，来来。日照生炉生紫烟，黄生紫烟，生炉生紫烟。对吧，老师，生紫烟，爱是龙的样子。然后呢？遥看瀑布挂彩圈，遥看瀑布挂前川，啊，挂前川，遇到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然后呢，最后一个是疑是疑是疑落九天，疑是疑河落九天。你是好，红红的那些吗？那里的沙漠教育老师在那里泡茶吗？要叫他们。
来，这靠边手机吧。哦，记了，老宝宝你有记住没？四张。日照香炉，三江天，五色烟，桃花瀑布，挂甜甜，飞鸟翩翩，飞鸟翩翩，银行落九天，落九天。好的，那这个题目做完没？那个是绝句锁记吧？哦。绝句两个华明。绝句两个王明，明翠流，明翠流，夜寒白露上青天，欢念西林千秋雪，蒙泊东雾万里船，春寒西林千秋雪。蒙泊东吴万里船，蒙泊东吴万里船。哎呀，说老师，过来评论有没？你们说一下，两个，两个，两个黄鹂鸣翠柳。啊，黄鹂，鹂鸣翠柳。啊，两个黄鹂，等一下。嗯。两个黄鹂，黄鹂鸣，嗯，翠柳，翠柳，嗯哼，鸣，柳，柳，嗯，柳，柳，然后呢，一行。一行白露上青天，上青天。啊，一行白露上上青天。天。然后呢？窗念西林千秋雪，千秋雪。寒。花寒。秋雪。一。一天秋秋雪雪啊天秋雪，最后一个是蒙泊东雾万里船，万里船，蒙泊，蒙泊。东雾万里船，嗯，蒙泊东吴万雾万里船，万里船。好的，就这些。来，老师，我扫给我们这边的老师也 ，PPT 六 GB 的小老鼠吧，哦。两个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西林千秋雪，蒙泊东雾万里船，万里船。嗯，哎，那个李佳媛，窗寒冷，没来的苏兰妈你的，不是窗念，窗寒 ，H A N。窗寒西林千秋雪，爱的哭泪吧呗。窗寒西林千秋雪。对，老师，二手人今天的作业是这个表里个，这课我那考试没，知道吗？边背他们，录他们，在弄那个要叫他们，明天这个表里那课录也没。好，啊，然后那个小多记没？这个是的注音。拼音没，然后读把的哈里录不一样没，老师说明天弄你家吧。第一个是什么？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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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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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可以。好，下一个，第二是，啊，第二是什么？愧愧科无 A 愧是什么愧啊，把愧来惭愧，惭愧，惭愧，惭愧。好，第三十跑跑跑跑
跳凹跑，我说跑跑土跑土跑土。好，下一个是鸡眼的剪，鸡眼剪，嗯，鸡眼剪刀，剪刀剪刀。好，下一个是碎碎碎碎碎，紫薇碎摔碎。啊，什么碎片？碎片。啊，碎片。好，下一个是风。风。啊，信封。信封。信封。好的，下一个。药。药。啊，也是药啊！啊，这个写错了，等一下，这个不是药。药盒。不是药，不是药，等一下呢。老师都是一样的。不是不是不是，等一下啊。卢皮卢皮，要不是你啊。我睡觉了。你睡觉了，哎哎哎哎哎，那我过来打你了。老师，真的是，哎，我在吃面。吃面，他们零后吧。哎，黄生好爷爷，你再玩吧。可以了，真的是。上么早，我们被问的一张皮开来着没？哼，我睡觉了哦你。好，第七是什么？第七是长，那个是一。音，牛音的音，音，发音，发音，音泽，感音泽，嗯哈，音泽，音泽。好的，下一个是，嗓子的嗓，对了，安嗓，嗓子。好，第九十，乱床。好的，下一个第十是柜。好，什么柜呀？柜台。彩虹。好的，可以了。来了，索英老师，我的考了编排机有没？等一下呢。吃猴。哎，黄生好，有人吗？你帮帮忙，喏，六零六呢 ？No。No。哎，好的，来了，所以老师的记记啊，第一拍几包药？要
进攻。进攻。嗯，你家里有人了，靠古北他们了。好。下一个，读一下。彩虹，彩虹，可以了。重点啊，背来了，三个西瓜饼了，对吧？好了，所以那里他们，好，明天继续给那篇嘛，设备了背了没？那我们继续学习吧，老师都设备了怎样啊？语文会，是不是啊？是的，是的，语文还没好啊，就逼得那个点到来没呢？昨天学习的是揠苗助长，是什么呢？揠苗助长。就是他呢，那个种田的人呢，帮助苗长大，但是那个苗死了，对吧？啊，这故事就是揠苗助长，其实就是。自己呢好心帮他，有时候对他没有帮助的那个行为，揠苗助长。好，下一个是守株待兔，跟老师念。守株待兔。好，再念一遍，守株待兔。啊，古时候有个种田人。古时候有个人，他把房子几田里的干活。一天他在田埕里干活。一天他在田里干活。突然看见一只野兔，从树林里窜出来。窜出来。窜，又拼音写一下，在书本里。窜。Oh my gosh！ 不知怎么的。他一头撞在前面的树桩上。逗比，老师，我拼音列列底下一包，我写一下。我已经写好了。老师写好了。写好了，后把名。好，然后等于老师标眉。古时候有个种田人，哦，是形容啊的，来晒的绿掉起的。一天他在田里干活，这野马的都啊来过那路路没。看见有爹追来的一只兔子来的高啊的，有没得高啊？从树林里窜出来，
不知怎么竟然那么地步嘞，他一头撞在田边的树桩上，对，一头就是高奶奶不能撞田边的树桩在老师旁边的树桩上，后头的话大米瓜来的来滚北马去年等我头的话大米比较的死了得多吧来的好听。哎，你洗手间到妈妈了去。不是啊，把表么了啊，上边。哎，来洗手间到妈妈了是不是的去。啥心呢，你看他拿汤嘞，比马多嘞，真的是啊够多了去。古时候有个种田人，一天他在田里干活，忽然看见一只野兔从树林里窜出来，不知怎么的他一头撞在田边的树桩上死了。好，大家一起读一下。古时候，古时候有个古时候有一天他在田里干活，突然看见一只突然看见野兔从树林里树林里转出来，不知怎么的，他一头撞在田边的树桩上死了。放下去。好吧，继续。种田人急忙跑过去，白捡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野兔。他乐滋滋地走回家去。他乐滋滋地回家去。心里想，要是每天能捡到一只野兔。要是每天能捡到一只野兔，要是每天能捡到一只野兔，那该多好啊！那该多好啊！嗯，好的。种田人来塞点土嘎嘞，急忙跑过去，按那多咩咩咩咩逼多嘞。啊，你看兔子死了是吧？多搞的嘞，把它毁容。为什么去捡呢？他死了，把不了多搞的嘞，把不了逼多来了。用个量爱哪里嘛地多比一说了种田的路把路比多了。捡兔子不是吗，多爱兔子流多高嘛的高比多把路嘛爱多比多把路嘛你没有被嘛啦。是啊。吃吗？吃呀，当然吃呀，兔子是可以吃的嘞，而且都要杀嘛，不把你没有被嘛都要撸嘛，不然撸嘛你没有被嘛等一下你杀被嘛你也杀被嘛啦。哎嘞，你要你杀嘛嘞，这个嘞来得到你杀嘛呗，不是吗？俺们没有包，兔子嘞有多杀嘛，而且兔子嘞也不着都爬楼来嘞，爬妈妈老屋嘞都爬都得到，是不是？是啊。嗯，
梅花一点力，那个把阿妈妈塞片呢，白捡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野兔。那那个他在高压来的哈，哇豆比较叽叽，用的高压来的的啊，他乐滋滋的走回家去，都啊表情比较硬扁多的的，心里想都是他妈生扎的的。要是每天能捡到一只野兔，你来你来你都没有用的高高压的，所以喏的，那该多好啊，不老长高来么来的。好，那你们想想可能吗？你来啦！你来没高压来了啦？嘿，没丢啦！你说你们今天在路上这个路难吗？不上高压的，今天哈，今天不上高压的嘿。哪月来高压嘛呗？哪月来高压嘛呗？谁哪月才高压嘛啦？不可高压，不可能呀，是吧？没骗人嘞，今天了在高压嘞，他们。你们高压你们没无理是吧？那我们读完你们高压你们高马呗，是不是对你的？好的，听一下，姐妹，种田人急忙跑过去，没花一点力气，白捡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野兔。他乐滋滋的走回家去，心里想：要是每天能捡到一只野兔，那该多好啊！好的，大家一起读一下吧。冬天人急忙跑过去，没花一点力气，回家去上一心一上，要是每天能捡到一只野兔，那还多好吧？好啊，多好啊，臭爸比。那我们今天到这儿了，别忘记重点练练底下一枚，明天见，老师再见，妹妹。好，大家再见。再见，老师再见，明天。